定寂面膜，给你香槟漱口，上六班的生活赴汤蹈火，我为你做拍拍了几空，让你尽情挥霍，大浪不见了，我还能请薛海帮我找。现在薛海跟大浪都不见了，我自己该怎么办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可以麻烦你帮我们拍个照吗？哦，好，没问题。妈妈，你看，上面画的人好像是玩具店里的大哥哥哦。对，真的好像哎。玩具店？是啊，墙壁上的那一个人和我家附近玩具店的店员很像哎。我想请问一下玩具店的地址。喂。喂，食堂，我有薛海的消息了。真的？嗯，我遇到一对母女，说她在新竹的乡下玩具店工作，我现在就要去找她。你先别激动。我过去找你，你现在哪里？担心的是，他在火灾受伤之后，是不是引发了什么后遗症？还是他到了什么地方躲起来？躲起来？他为什么要躲？躲谁呢？躲我们这些家人吗？还是躲你这个他很爱的人？这是一点道理也没有。以前都是误会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。那是你可以，我没有办法。所以你不打算原谅我了？应该说，不管是林达浪还是雪，谁都没有在我的生命里出现过。我希望你离得我越远越好。怎么样？有没有阿海的消息？还没有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他要真出了什么事，我该怎么办？波姐，你先别担心，我已经请我警界的朋友继续帮我们找了，我想他不会有事的。阿凡，真是谢谢你了，这些日子都可以有你在我身边，要不然我一定撑不下去。你别摆在心上，小事一桩嘛。波姐，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情。我公司生意最近出一点状况。什么状况？严不严重？是这样，都怪我粗心，没有跟金主签约，结果他临时把资金抽走了，所以我想来想去，只能来找你帮忙。你要我怎么帮你？你可不可以先调一笔资金给我？就算你对我们公司一个投资。
什么？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你们的效率也太差了吧！我不管，你们给我继续找，给我找到为止。奇怪了，哎，究竟跑去哪里了？该不会像陈宝珠说的，真的找个地方躲起来了？徐佩，大姐，怎么了？润发的公司需要投资，我想从公司调一笔资金周转给他。终于露出真面目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早就怀疑他接近你们是不怀好意，现在果然开始跟你要钱了吧？说吧，他跟你要多少？一千万？一亿？一亿？他疯了？那你真的要给他一亿啊？不是给他，是借给他公司，我算是筹资。哈，什么鬼生意呀？难道你还看不出来那个陈润发根本就是要骗你的钱？不会的。什么不会？你相信我，我告诉你，我有证据可以证明啊，这个陈润发根本就是有问题。什么证据？我早就已经拜托我从事进出口贸易公司的朋友暗中调查过他了，他那什么鬼公司，什么鬼贸易公司啊，根本就是一间空壳公司，只有一间空的办公室，还有总监小妹而已。你亲眼看见了？我是没有亲眼看到，可是我朋友也不可能会骗我的。那也有可能是同业恶意重伤啊，他们知道我们的交情，所以呢他就故意用你来挑拨我跟润发的感情。姐，你真的是被那个陈润发给灌了迷，但你完全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了耶。哎呀，不是的，我跟润发认识的时候他才20多岁，他不是这种人。人是会改变的，他早就已经不是你当年认识那个20几岁的小伙子了。我相信他不会的。什么不会？我告诉你，我看的人眼光绝对是不会错的。我谈过多少次恋爱，我还结了2次婚呢。是啊，你看得很准啊。你结过2次婚，一次呢是因为劈腿人家把你抛弃了，还有一次呢是把你的积蓄全都给骗光了。你这也叫看人很准？你这也叫判断正确？难道我说了这么多不是替你着想的吗？还是你觉得我是在破坏你的幸福？难道不是吗？也许你就是嫉妒我现在有一个男人对我这么好，而你没有。在你眼中我就是这种人吗？是一个因为嫉妒姐姐所以想要破坏姐姐幸福的妹妹？不是。大姐，我们这个家都是你辛辛苦苦努力撑下来的，爱现在失踪不见了，你每天进公司假装故意忙碌来掩饰你内心的痛苦，而这个陈润发跟你借钱投资什么生意还是这么一大笔数字，我不能装作我没有看到，他一定是骗你的。那么你相信我大姐？ OK， 如果你不信的话，那你先试探他一下啊。试探？没错，你就跟他说呢，我们公司经营需要资金，一下调不出那么多钱来，看他什么反应。可是万一他没有万一，就先这么说，我们先缓一阵子好不好？哦，哎，是，这样啊，知道了，这没关系，我本来就不应该在这种时候来求你帮忙的，以后再说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喂，哎，是我。是，请再宽限几天。哎，谢谢。就是这里了。
能失去一个大郎，我相信最后他一定会还你一个大郎的。欢迎光临，你们一定是情侣哦，或者是新婚夫妻。我们这边有很多玩具哦，你要不要买玩具送给他，或者送给你们小宝贝啊？薛海，在讲什么？薛海，你在叫我吗？你们认错人哦，我不叫薛海。你不叫薛海？难道你叫达拉？嗯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？哦，一定是这附近小朋友告诉你们我的名字，对不对啊？看你的头啊，达拉，你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故意什么？你这个丑不拉几香菇头，你不要闹了啦！是不是我找你找了很久啊？当时要扁你啊！你在干什么啊？老板娘，他们好奇怪哦，我不认他们，他们就很凶，我们可不可以赶紧走啊？这位客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老板娘，我什么都没做哦，然后他们就很凶，而且他还说我的头是什么丑不拉几什么头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达拉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？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们是第一次见面。第一次见面，怎么可能不认得我？我是宝珠姐啊！你看着我，看清楚，怎么可以忘记我？我知道了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开这种无聊的玩笑，一点都不好玩，一点都不好玩，你听到没有？等一下，你们认得他是谁吗？我们家的朋友。这样啊，达浪，不要紧张，我出去跟他们聊一聊。老板娘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刚刚是不是吓到你？有一点呢，尤其对不起，我真的以为他是故意的。我刚才听你们说，你们认得他是吗？是，我叫何延峰，他是陈宝珠，我们认识他很久了。老板娘，你可以告诉我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到你店里的，还有他发生过什么事？详细的情形啊，我不是十分清楚。不过我记得三个月以前啊，有一天他突然来到我们玩具店。他眼睛一直看着我们店里的顽皮豹，他就一直看着顽皮豹，然后，达浪，我要买这个达浪。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他就昏倒了。达浪，当时我跟我的女儿都吓坏了，我们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。等到他醒来呢，我们就问他你住哪里啊，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，可是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医生说他的脑部可能曾经受过撞击，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他丧失了记忆。丧失记忆？是啊，他只有说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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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记得自己叫达浪，没错。那他的家人呢？他全都忘了吗？他谁都不记得了。我们也曾经带他到过警察局哦，想要找到他的家人，带他回家。可是警察说根本查不到达浪这个名字。我想他连名字大概都忘记。我看他很可怜啊，所以就把他留在店里工作。他这个人还不错，为人很善良，然后又很有耐心，对小朋友又特别的好。我给他第一份薪水啊，他还买了一只顽皮豹。哎，他说他最喜欢看的卡通啊，就是顽皮豹。他记得自己喜欢顽皮豹，却不记得所有的人。不好意思，他现在住在哪里？他现在住在我家，你们要带他回去吗？
他现在不记得我们，我们要带他走，他也不见得会愿意。宝珠，你觉得呢？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，再来想办法。达浪，哦，吓我一跳！哎，你怎么这么早下课啊？今天教授生病拉肚子，我转到一堂课，带你回来看你啊。哼，教授以后最好天天拉肚子。哦，达浪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坏心眼？我才没有呢，只是我只是很想赶快看到美嘉。干嘛？看不到我，你想我？一点点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出去玩吧。好啊。等一下，店里要人顾啊。我妈呢？哦，她跟奇怪人出去了。奇怪的人，谁啊？不知道。老板娘回来了。妈，你回来了。妈妈说你跟几个奇怪的人出去，谁啊？他的朋友来找他了。达浪的朋友？达浪，那些人真的是你朋友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又不认识他们，而且他们好凶哦。他们该不是要把达浪带走吧？我不管，他们不可以就这样把他带走啊。达浪，你会跟他们走吗？我不会走的，我要跟美嘉在一起。他们不会强迫带走他的。可是，达浪，你总有一天还是要回到你的家人和朋友的身边的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赶我走！这里有美嘉跟老板娘，还有我喜欢的顽皮豹。老板娘，求求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？求求你！好，不用担心，有我在，妈妈不会把你赶走的。好了，先不想这个了。我们出去玩。你们两个等一下。你家，你不饿？你再不吃，我就要全部吃光了。美嘉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道，总觉得心里怪怪的。怪怪的？为什么啊？我想，应该是怕你被带走吧。哎呦，你想太多了啦，我不会跟他们走的。可是，万一他们真的是你朋友呢？就算你不跟他们走，有天你家人来找你，你还是会跟他们走啊。到时候你就不能住我家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走，我要待在这里。这里有我喜欢的顽皮豹，还有我喜欢的美嘉。无论如何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他们要是强迫你呢？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。我才不要跟那些我不认识人一起生活呢，我只要跟美嘉在一起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啊。那你发誓？我发誓。你赶快吃啊！你再不吃的话，顽皮豹会来咬你哦。好啦。啊。给你吃苦瓜，苦死你。啊，那是丝瓜。笨蛋。还不累吗？还在想薛海的事，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他为什么会从医院跑掉，还变成林达浪，还失去记忆。都是我害他变成这个样子，我
我怎么可能丢下他不管？可是我要怎么帮他啊？而且他已经忘记我了，他怎么可以忘记我？他怎么可以忘记我们所有发生的事情？他怎么可以？你先别急，明天我们就去医院问问医生，一定有方法可以让我恢复记忆，好不好？美嘉，你听我说嘛。我不要，你又要跟我说达浪的事，对不对？达浪他在我们店里工作了3个月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现在好不容易有他的朋友来找他，你应该替他高兴才对啊。他们算什么朋友啊？达浪来了这么久，现在才来找他，又硬要把他带走，凭什么？难道你不希望他回到原本的生活吗？可是，他又不认识他们。那是因为他失去了记忆啊，总有一天他会想起来的。那就等他想起来再说啊，在那之前我会一直一直照顾他的。如果他真的像你们所说的，把以前在杭州念书时的假名字当成自己的真名字，这代表是那段时间对他来讲相当的重要。请问我们要用什么方法让他恢复记忆呢？你们要找一些当时的记忆，试着让他回想以前的事情，给他一些刺激，或许这样可以让他的记忆恢复。暂时失去记忆，总有一天他会想起来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好害怕。害怕什么？我怕他会永远忘记我，永远想不起来我们之间的事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要怎么办呢？现在不是害怕这种事情的时候。你现在要想的应该怎么帮他恢复记忆才对。我真的可以帮他恢复记忆吗？你一定可以，你要相信你自己。美嘉，谢谢你陪我顾店，我好开心哦。你今天几点下课啊？我今天不上课啊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猜猜看啊。因为因为教授又拉肚子了。不是哎，其实是我拉肚子了。你拉肚子了？那你干嘛陪我顾店啊？你有没有怎么样？要不去看医生啊？干嘛看医生啊？你不是拉肚子吗？笨哎，我如果不拉肚子的话，怎么请假？你骗人！你既然没有生病，干嘛请假？我要陪你啊。陪我？嗯。我怕我去上课，你就被那些人带走了。哎呦，我不是说过我不会走的吗？我才不管，反正有我在，任何人都不可以把你带走。就是那个说是你朋友的人啊。嗯。不好意思，达浪说他不认识你，能不能请你离开啊？达浪，我可以跟你聊聊吗？都说不认识你了，还有什么好谈的？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请你走开啊？我们还要做生意呢。我没有要妨碍你们做生意，
我是来买东西的。买东西？你要买什么？我要买这个顽皮豹。你也喜欢顽皮豹？对啊，因为顽皮豹的好朋友就是达浪啊。达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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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50块！不用找，达浪，我可以跟你聊聊吗？不行，我是问他，不是问你。嗯，达浪，你跟他说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嘉说不行。美嘉？就是我。你还是死心吧，我不让你把达浪带走的。你要干嘛？你不可以欺负美嘉哦，要不然我会。你会怎样？你要打我吗？对，我会打你哦。达浪，难道你要打宝珠姐吗？宝珠姐。你不记得宝珠姐了吗？宝珠姐吗？宝珠姐，你不记得宝珠姐了吗？那个你说会担心一辈子的宝珠姐，那个被你救了好几次，却让你自己受伤的宝珠姐。我救你很多次。对。我在岸上被流氓包围，你为了救我，结果被打晕。你以为我要投湖自尽，结果自己跳进湖里还溺水。还有在图书馆里，你为了要保护我，结果被书砸昏。这些人都不记得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就算以前真的有这些事情，那都已经过去了啊。现在的我过得很好，很幸福。你们这些人很奇怪，为什么不让我选择我想要过的生活啊？这是你想要过的生活。对，这是我想要过的生活，每天没有烦恼，没有痛苦，还可以跟我喜欢的玩具，还有我喜欢的美嘉。这就是我要过的生活。才不是，这才不是你想要过的生活。你只是不小心忘记过去的一切而已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抛弃我们之间的回忆？我告诉你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办不到，我不可能就这样丢下他不管。为什么啊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最爱的人，所以我不可能因为他失去记忆。
当对方不存在。他是你最爱的人，那你为什么过了三个月才来找他？为什么我们当初带他去警察局的时候，警察说根本就没有人在找这个人呢？那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叫做达浪。我们这么努力花了三个月的时间，每一天都在找他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会忘记所有的人，更不知道他只记得自己叫达浪。他不叫达浪，那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薛海。海，那他干嘛要叫自己达浪？达浪是他去杭州念书的时候用的名字。你越说我越不懂。哎，美嘉，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，等你听完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帮我，这样好吗？不姐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一定要帮帮我。那笔钱啊，这几天就要到位了，我东凑西凑就是凑不出那笔数目来。波姐，求求你帮我这一次忙。好吧，我跟我妹妹商量一下。哎，波姐，你不是董事长吗？你难道不能直接帮我？可是我妹妹……恕我直言，你妹妹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没有什么误会啊。我觉得他好不信任我。你想太多了，我妹妹就是这样的人，说话很直接的。我姐，你呢？啊，波姐，我二十几岁就认识你了，难道你到现在都不了解我的为人吗？如果你不帮我，那我没话可说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算我白说好不好？我本来就是个失败的男人，太太离开我，小孩不要我。喂，我是啊，找到了。他是为了救你才受伤失忆的。我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可是达浪已经跟我们相处三个月了，都好像家人一样了，更何况我们已经有感情了。是，我喜欢达浪啊，我觉得他也喜欢我，我们感情很好。你喜欢达浪什么？坦白说，一开始我也没有喜欢他，我只觉得他好呆好奇怪，他还要我带他去剪一个这么奇怪的香菇头。哎，我跟我妈都笑了他好久。可是后来跟他相处之后，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单纯、很善良的人，所以你就爱上他了。那种感觉很像是你捡到一只流浪狗，一开始也没有很想养啊，可是养着养着，最后就有了感情。如果有一天原来的主人要把它要回去，心里还会觉得好难过，好舍不得。他有他的家人，他有他的朋友，他应该要回到原本属于他自己的生活。可是他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啊，说不定他就是讨厌过去，所以才会选择通通忘掉的。讨厌过去？嗯，说不定他就是讨厌当薛海，所以才选择当达浪啊。讨厌薛海，讨厌薛海，好痛啊！美嘉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我什么啊？谢谢你提醒我。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什么事啊？
给我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，让我和达浪单独相处一次。如果他再也想不起我，或是不愿意跟我回去，我会把他让给你，并且从此都不打扰你。让给我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可以答应我吗？谢谢谢谢，我一定会很努力很努力让他想起来，我会加油，大家谢谢。你们这些人真的很莫名其妙哎。先别急，慢慢说。我知道为什么薛海只记得自己是林达浪。为什么？我想一定是因为他当薛海的时候做了很多对不起我的事，所以他选择抛弃了薛海的身份，变成林达浪。你的意思是，因为他的潜意识里不想当薛海，所以变成了达浪，回到达浪的时代？没错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如果他变回当时的林达浪，那我就要变回当时的宝珠姐。我要让他想起我，想起他心目中的宝珠姐，在杭州读书的陈宝珠，那个每天对他凶，每天对他吼，犯不到，每天都扒他头的陈宝珠。我要用以前的样子出现，然后跟他相处。我一定让他想起我。怎么突然有一种危险的感觉？而且这种感觉好像还有一点熟悉耶。用以前的样子出现，然后跟他相处。我一定让他想起我。怎么突然有一种危险的感觉？而且这种感觉好像还有一点熟悉耶。你要干嘛？方总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你不是答应给我机会跟你公平竞争的吗？你放心，我会带他回来。才不要哎！你这很奇怪，又很霸道，又随便抓人。你以前认识我的朋友吗？我喜欢你，在我惊世骇俗、丑不拉几香低头。我喜欢你，一天打我800次。我喜欢你，逆英文的声音。我喜欢你，喝醉酒要我背你回家。我喜欢你，上课爱睡觉，但做报告却很认真。我喜欢你，跟我一样喜欢粉红皮包，但又知道他的好朋友是谁。我喜欢你，你明明不是我心目中喜欢的那样的女生，可是我就是喜欢你。我们真的是朋友。以前我们在杭州念书的时候，几乎天天在一起。天天在一起。在一起干嘛？我们天天在一起，一起吃饭，三碗大卤面。
我只要一碗。我要吃两碗，一起做东西。会看到彩虹的美。一起跳舞。一起写报告。还有一起吃冰淇淋。这些你都忘了吗？我没有做过那么多事情哦。你都不记得了？不记得了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走。啊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企业小咖哎，薛海，嗯，那是达浪的真名啊。难怪警察局找不到他的资料。而且他们家还蛮有钱的，不但开了一间马桶公司，就连高雄广播电台都他们家的。真的吗？真想不到哎。老板娘，来了。请问达浪在吗？我是他家人。达浪。他不是叫薛海吗？薛海是他本名。哎，他在吗？请问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是他大姐的未婚夫。早上他的朋友已经来找过他了，达浪说他并不想回去啊，能不能请你们不要再来打扰他了？你们别误会了， 我不是想带他回去的。不是要带他回去，那你来的用意是？我只是想来看他过得好不好。如果他现在回去连他大姐都不认得的话，他大姐一定会很伤心的，所以千万不能让他大姐知道这回事。如果你要让他大姐安心，让他住在这里的话，我希望你们能接受我一个建议。建议？什么建议啊？他明知道我们在家里头会担心，连个电话都不打回来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或许他是有什么苦衷吧，他一定是嫌我管他管得太紧，所以故意躲着我不理我。哎呀，阿海啊，你只要愿意回来，大姐什么都依着你。喂，喂，请问是薛海的大姐吗？我就是薛海的大姐，请问哪位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要说的是薛海他现在过得很好，请你们不用再担心了。薛海呢？你叫他听电话，我要跟他讲话。薛海说他现在还不想回家，请你们不用再来找他了。谢谢。你不要挂电话，你让我跟薛海讲话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做得真好。可是他姐姐听起来真的很着急，不管他们讲答案在哪里，这样好吗？你觉得薛海现在过得快乐吗？嗯，他现在过得真的很开心。那你希望薛海离开这儿吗？当然不希望。那就对了，你这么做对薛海来说是最好的。你们不会真的硬把他带走吧？当然了，我答应过你啊。谢谢你，你人真好，跟另外一个凶凶的女生都不一样。再见。喂，老大，是是是，我不是答应过你吗？后天一定把钱送过来，
一言为定啊，我不会跑路的，你放心好了。谢谢谢谢啊。我当然不会带走薛海，因为没多久他就哪儿都去不了了。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既然没有事，他为什么不回家？薛佩，我们马上到警察局去，把这些通联记录都调出来，然后发动全公司的人去找，把那个地方翻遍了都要把阿海找出来。好好好，大姐，你先不要急。不过也许就是因为你这种太急的个性，把阿海逼得喘不过气，他才不想回来的。可是我真的是为了阿海好啊。你是为了他好还是为了你自己安心啊？大姐，你刚刚自己也说了，以后都不会再逼阿海了，不是吗？我真的就这样不管他了，可以吗？我来湖边干嘛？我相信会看到彩虹的美丽。哎，带我来湖边干嘛？哎，你疯了吗？你干嘛投湖自尽啊？啊！哎，救命啊！哎，救命啊！有人跳湖了！救命！啊！我也不会游泳，怎么办啊？什么吗？想起什么啊？你这个疯子，要投湖自尽不跑远一点地方，干嘛拖我下水啊？你难道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全都忘了吗？我什么都不记得，可以吗？我要回家了。放开我啊！放开我！你这个家伙，你难道什么都不记得？我之前跳进湖。为了救我差点被淹死，难道那种感觉你都忘记了吗？为什么我一定要记得啊？为什么不能选择忘记啊？你不可以，因为那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回忆，你没有权利独自忘记。我就是不想记起来，不行吗？不可以那么自私。自私人是你吧？你莫名其妙的跑来文具店，又莫名其妙的要我恢复记忆，也不想想我的感受。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不需要用那些莫名其妙的方法来帮我恢复记忆。哼！达浪，达浪，你放心，我会带他回来。达浪真的会回来吗？不会就这样跟那个什么城堡猪走掉了吧？达浪，你回来了！你为什么全身湿淋淋的？城堡猪呢？讲到他我都生气，我会变成这个样子都他害的啊！说不定他根本不是我的朋友，还说谎骗我的。不会吧？他看起来不像在说谎的样子啊。他如果真的是我的朋友，他应该知道我不会游泳啊。
他一直逼我下水，水很可怕哎。他可能只是想要帮你记起钱的事情啊。我说过啦，我对以前的事情不感兴趣啊。我觉得现在生活是我喜欢的，他们一直这样逼我，我很有压力耶。所以你不会跟他们走，对不对？当然啊，我干嘛跟他们走啊？太冲动了，就算想帮徐海恢复记忆，也不用去跳湖，还全身湿哒哒在外面乱走，万一感冒怎么办？回不来了。我找不回薛海了，他真的消失了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不管我怎么做他就是回不来了。陈宝珠，如果你讲出这种丧气话，我不想听。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？你告诉我嘛。我跟他拥有那么多回忆，他居然说忘就忘了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可以让他想起来。薛海是为了救你才失去记忆，这一点你不能忘记。所以不管遇到多少挫折，你都应该坚持下去。为了他，你都更应该要坚持下去，你懂吗？只要你记得，不管是林大浪还是徐海，我永远都是那个一直很爱你爱你的大笨蛋。讲出口，所以你不可以死。就算我死，你也不给我死在这里。快走！香菇头，记不记得你告诉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要在一起一辈子。我记得，我永远记得。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心好痛。我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坚持多久。你下个星期你有个必须长更了解我，我难下不停，让想念继续，让既然都可以为徐海，你觉得等了你十年的我，你都更应该相信徐海绝对值得你等更久。的雨滴一滴滴累积，无奈的事情想出错爱。如果想说这种生气话，然后十年后再来跟我讲，到时候不管你想说多少，我都洗耳恭听。你休息吧。无奈的事情想出错爱你的记忆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。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，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。口红太红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不是不是，
是你太美了，我刚刚差点都快认不出来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，好像巧克力糖果一样哦。巧克力糖果？为什么是巧克力糖果啊？对哦，为什么是巧克力糖果啊？好了，先不讲这个了，给你。这是什么啊？衣服啊，去舞会当然要穿得很帅啊。舞会？啊，快去快去。我这样帅吗？非常帅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来找你，陈宝珠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答应过给你机会，可是你不能这样无止境的骚扰达浪啊！你看他的表情，他根本就不想看到你。你们要去哪？我要跟美嘉去参加舞会。舞会？我也要去。不行。请你，我就是要去，随便你啦。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怎么去保护女人。你们要打她，先帮我打倒再说啊！这么想挨打，我就成全你。没有受伤吗？真没什么。谢谢你救了我们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跟我们一起去舞会玩好不好？哎，美嘉，你来啦！舞会倒是来挺准时的嘛。哎呦，你们很烦哎！我想要介绍我朋友给你们认识。你们好，我叫达浪。很好熟的名字哦，达浪。哎，你看白裤子哎，还穿长袜，白色的哦。笑屁呀！手那边指来指去是怎样啊？怎么那么没礼貌？你们家教啊？为什么不能笑？本来他就很怂啊。你逗什么？你们知道他什么？你们知道班上有人被孤立？他可以不怕被排挤，还愿意跟对方做朋友。有人掉进湖里，他可以忘记自己不会游泳，只为了要救对方。在火灾的时候，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也一定要让自己最爱的人获救。这些没事可以做到，是不是？如果做不到的话，就不要批评他。好了。
不要生气了，他们都是美嘉的同学，今天是来玩的嘛，开心一点嘛。虽然你说的事情我都听不懂，但是还是谢谢你帮我说话。我去看他一下哦。干嘛？你不是要和你的美嘉还有他的同学玩得开开心心吗？我问你哦，我以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这个样子哦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对每个人都很凶，好像全世界都跟你有仇一样。你有意见吗？我是没有意见啊，可是看你这样子，很容易被人家误解的，被别人讨厌是很辛苦的。我不辛苦啊，反正我已经习惯被所有的人讨厌，一点都不辛苦。所以你刚刚说那个被全班孤立的人就是你哦？是又怎样？哦，所以你那时候一定对我很好很好很好，好到我宁愿被排挤也要跟你在一起。你错了，我对你一点都不好，动不动去打你、骂你、欺负你，你喜欢笑话我，还要故意搞破坏，还要你硬当我的男朋友。我应该要对你更好一点，可是我没有。我应该要对你好一点，现在想起来，我看你八成是中邪了，不然就是可怜我，不然你那个时候怎么可能会喜欢我，跟我在一起？才不是呢！虽然以前的事情我都想不起来了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是一个看别人可怜就跟他交朋友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这是我的事业。好啊，那你说说看，你那个时候怎么会跟我这种女生在一起？哎。你明知道我都不记得了还问，那你就不要不懂装懂啊。你不要瞧不起人好不好啊，我现在是失忆不是失智。烦死了，我跟你说那么多干嘛？都怪你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好好的，你出来干嘛？赶快回去陪你美嘉。那我回去哦。可能现在没有办法表达得很清楚，但是我想那时候的你一定很凶，好像不用靠任何人就可以生存下去，但是我相信你的内心一定跟我一样感到很寂寞。你说的对，在遇到你之前我一直都很寂寞，所以薛海，你不准丢下我。
起，我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哎。怎么可能？明明刚刚我们配合得很好啊。如果你不是记起以前的事，那你怎么会跳？那一支文明八舞是我从小到大都爱跳的舞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文学长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，我不够坚强，还不到十年我就决定要放弃。我好累哦，我想回高雄了，不想继续待在这里了。等我一下，我马上会接。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。ATM， 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啊！你们应该抓错人了吧？我身上又没有钱。没钱？身家百亿的马桶小开会没钱？太可笑了吧！马桶小开？你说我？你就是你，薛海。我不是薛海，我叫达浪。为什么每个人都把我当成薛海？我明明是达浪，我不想当薛海，我也不是什么小开。好了。给我闭嘴！喂，又是你！你们不是我的对手，快点把人还给我！快动手啊！是。我看你很能打。你想要他死的话，你就继续打好了。
转接语音信箱。你如果想要薛海活命的话，就乖乖照着我话去做。喂，听好，薛海现在在我手上，你们如果想要他活命，就把钱准备好。什么？你们绑架了薛海？你们要多少钱我都给你，千万不要伤害我弟弟。很好，就准备好赎金。好，你说要多少？500万。500万？你们绑架了薛海，只要500万？5000。什么？5亿？也太过分了。这个女的声音好熟，那个声音是陈宝珠。是陈宝珠。陈宝珠？陈宝珠绑架了薛海？怎么可能？陈宝珠怎么会绑架薛海嘞？会不会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陈宝珠跟薛海一起被绑架了？好可能，因为陈宝珠连绑架了之后赎金要多少她都搞不清楚。你们吵什么吵啊？你们现在还有空打情骂俏啊？摸来摸去也得看看场合。这年轻人真是没药救了。是。白痴！你才白痴！郝阳峰，是我。你现在有跟陈宝珠在一起吗？他没跟我在一起，我现在找不到他。怎么了？薛海他被绑架了。薛海被绑架？那关宝珠什么事情？刚才绑匪打算要赎金，可是绑匪的声音听起来跟陈宝珠很像，所以我猜会不会是薛海跟陈宝珠一起被绑架了？你说什么？宝珠被绑架？所以我要打电话给你，问问看你有什么线索。我刚刚打的手机还有通，我会继续打。如果任何消息，我跟你联络。好，谢谢。怎么说？他说宝珠手机有通，他会试着去跟他联络，也有消息会通知我们的。哦，赶快，先准备好5亿。好。Thank you.
哪里？达兰，嘎兰，吵什么？没有啦，我觉得现在气氛有点僵，我想唱首歌，让大家开心一点嘛。被绑架了，你居然还有心情唱歌？神经病！这里的风景好像不错嘛，从右手边的窗户看，好像还可以看到铁轨，应该距离公司百公尺吧。哇，你数学好好哦！哎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没有啊，随便聊聊。而且这边仓库好大哦，这个玻璃也好大哦，可以看得好清楚哎。接过一通电话，这里不能待了，把男的带走。不能逞强了，他们身上有刀，我不要看到你为了我这个样子，我看到这个样子，你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心疼吗？你不能逞强了啦！闭嘴！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要在一起一辈子。的折磨，找不到命中注定在一起的你。一个人不是我，爱只有简单对话，却比想象复杂。很安定，很变化。我爱过几个人。杜姐，快放手，不然你还跟我一起死在这里。快放手，要死我们一起死。是不可数的梦，为何我还相信他不是不心上？我在等一个人，在等我的歌声，告诉我爱不担心。爱只有简单笔画，却比想象复杂。很安定，很变化。我爱过几个人，也
事。不要，我要等达郎。你知道你的伤？我没事啊！你穿了这样还说没事？不要管我，不要管我。魏总监，你刚刚女生是刚不是阿海的，人呢？他在手术室。在手术室里，他怎么了？他头被打破，现在正在急救。大姐。陈爬虫，我们家阿海只要一见到你他就倒霉，你说你把我们家阿海怎么了？家阿海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也不要想活了。你，陈小姐的身上有多处伤势，除了手腕处的严重擦伤以及多处遭受殴打的瘀伤外，右手更因为外在拉力而几乎脱臼，要是一般人应该早就痛得受不了了，这不明白她怎么能撑这么久。医生，再多麻烦你，谢谢。宝珠怎么会伤这么严重？他是为了救薛海才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，但要不是宝珠，薛海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。究竟发生什么事？没想到薛海不但失去了记忆，还以为自己是林达浪，怪不得他穿成这个样子，还留了以前的发型。唉，这个陈宝珠真是个扫把星，我们家阿海只要一碰到他就碰到一些倒霉的事情。我真不知道我们家薛海前辈子欠了他什么。大姐，不要再说了。唉，不是我要。你醒了，快叫医生，叫医生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你记得大姐，那我们呢？你记得我们是谁吗？你是二姐，她是墨迹啊。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是谁？我薛海啊。二姐，你别问我那些奇怪的问题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不问。看来他好像回不去了。这是哪里啊？啊，电台失火，然后我就晕倒了。电台失火？对啊，电台不是失火吗？怎么会这样？看来他对火灾之后发生的事情都不清楚。既然这样，陈宝珠的病房就在附近，要不要让薛海去看看他？你这什么话？大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陈宝珠，可是他毕竟是薛海救命恩人，而且让薛海去看看他，或许对记忆也有帮助啊。好吧。行啊，我要去找他。医生说你身体还没有复原，现在不能下床。可是我很担心他。他现在没有醒过来，你担心也没用，我们只能等。学长，达浪晕过去之前，他有叫我保住姐，他一定是恢复记忆了。他醒过来就知道了。你现在乖乖的吃点东西，赶快恢复体力。你想让达浪看到一个
跟爷爷的宝座前吗？我刚刚又过了。我不饿。我马上就要去英国了，也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陪你。要是你不健健康康的，以后怎么放下心？宝珠姐跟何迎风这么亲密，他们两个应该就快要出国了吧？果然能够给宝珠姐幸福的，就只有何燕峰。达浪，茉莉，她是不是恢复记忆了？你怎么知道？达浪在昏迷之前。你叫我宝珠姐，所以你全都记起来了。我都记起来了，我记得大姐、二姐、茉莉，还有你何云峰。都记起来了，我记得大姐、二姐、茉莉，还有你何迎风。可是你是谁啊？病人的检查报告一切正常，照理说应该会发生这种情况才对。奇怪了，可是为什么阿海谁都记得，就是忘了陈宝珠呢？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，我们会持续观察。忘了也好，省得麻烦。学长，我不是说我自己出院就可以了吗？我不放心你啊，而且我还带人来看你。他们一直想来看你，又觉得不好意思。宝珠姐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要道歉啊？上一次我不是故意要骂你的，我好不容易看到你和严峰哥在一起，结果那个香菇头又出来搞破坏，所以我才会生气嘛。宝珠姐，你不要生我姐的气好不好？因为我姐和我一直都把你和严峰哥当成自己的爸爸妈妈，所以她才让你们生气。对啊，米娅的个性就是火爆了点，这点我非常能感同身受，所以你就原谅他嘛。哎，什么叫感同身受啊？你说清楚啊你。我可以体会你的感受，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生你的气啊。
我就知道毛志杰最好了。对了，宝珠姐，我听严峰哥说，那个香菇头记得全部的人，可是却不记得你。是啊，可是怎么检查也检查不出原因。那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宝珠姐，你真的超衰的，好不容易找到自己最爱的人，可是他却不认得你。哎，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好不好？没关系啦，可能这是我跟他的缘分吧。宝珠，那之后有没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先休息一阵子。这样很好啊，如果你想出国散散心的话，英国欢迎你。好哟，严峰哥，你都不公平，只找宝珠姐，不找我。也不找我，我可是从来没有出过国哎，我也要去啊。可是英国在哪里啊？好像很远哎。你是白痴哦，连英国在哪都不知道。宝珠姐，快放手，不然你会跟我一起在这里。宝珠姐，你是谁啊？决定让薛海忘掉陈宝春，让薛海忘记宝珠姐，从宝珠姐的世界里面完全消失。或许这样，宝珠姐才能够得到她真正的幸福。好，你真的长大了。或许吧。我花了6年的时间，才懂得怎么去爱一个人。我现在好希望可以回到跟宝珠姐重逢的那一天，大声地跟她说我就是李达浪。可是来不及了，剩下的我只能这样子做了。二姐。你愿意帮我报仇这个秘密，不让宝珠姐知道我还记得她吗？你确定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
既然已经决定了，二姐一定支持你。好了，今天晚上你就要出院了，赶快回病房把东西收一收。放这儿啊，少爷，出家面前，谢谢。为了庆贺你平安归来啊，大姐亲自下厨给你煮了这个猪脚面线。吃了猪脚面线之后啊，去掉所有的霉运，一切都会平安顺利的。离那个陈宝珠远一点。哎，好歹人家陈宝珠也是我们家阿海的救命恩人哎，这次要不是他，阿海能不能平安过来都不知道呢。骂他骂惯，反正最重要的是薛海平安归来。对，没有错。大姐、二姐、茉莉，谢谢你们这么照顾我，有你们在我身边，我真的觉得好幸福哦。来，说真的，你不在这个家，好像怎么样都不对劲哎。哎，薛海。祝福你今后一切平安顺利，谢谢。干杯，干杯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Happy birthday to 宝珠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宝珠姐生日快乐！宝珠姐，我是不是第一个跟你说生日快乐的人啊？快要十二点了，我的生日就要到了，我好想听到达浪亲口对我说声生日快乐哦。今年的生日。大概又是一个没有大浪的生日吧。顽皮豹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薛海昏迷之前明明记得我是宝珠姐，可是他醒来却不记得我了？希望他再对我说一声生日快乐。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，有你们在我身边，我真的觉得好幸福哦。可是为什么宝珠姐不在我身边呢？那是我做了好多对不起宝珠姐的事，我是不是要做些什么呢？不对，你已经决定要从宝珠姐的生活里面完全消失啦，你还是就什么？你这样要跟何云峰去出国嘞？祝姐明天生日，祝姐，
喂。生日快乐。学长，是你啊。怎么了？你以为是薛海打来的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别骗我了，我认识你多久了？你在想什么？我会不知道。我还真的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耶。宝珠，薛海现在连你是谁都不记得，他不可能会打来的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我还是会期待嘛。你也别想太多，总有一天他会记得你的。学长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只有你是每一年都记得我的生日。我想连我妈可能都不记得吧。这又没什么，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记得朋友生日本来就是应该的。宝珠，虽然你没有选择我，但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跟宝珠姐说生日快乐，一定要说。之后的第四年，我终于有机会可以亲自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。永远爱你的香菇头。完了，我怎么寄这个 email 给宝珠姐呢？我昨天是喝醉啊，我这不是闯包了吗？寄给他那封信删掉，然后赶紧离开这里。你这个白痴的惊世骇俗丑不拉几香菇头，竟然敢假装失忆不认得我，胆子很大吗？虽然你不记得我是谁了，我来这边买马桶应该有折扣吧。买马桶？这样马桶打戏啊。今天晚上我要让我们回到四年前的那个时候，让我们回到幸福的原点。领导，你愿意娶我吗？窗外的天气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，下雨了，雨陪我哭泣，看不清，我也不想看清。着迷，无人揭晓的剧情，我的泪流在心里，学会放弃。听你的声音，一点点清晰，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，真希望你能。
希望。